途中为何突发变故？还是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练习的时候有违规。啊！你要不你的拐杖给老板？父子相见，为何大打出手？针对钱钱钱，对我们也是拿钱敷衍。我就想问问，我穿一身名牌有毛用啊？学校都快被淹了，突发洪水，危难时刻如何自救？对不起。告别班会上，陈斌又为何频频道歉？陈斌又看到了什么？突然痛苦不已。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如果我问你什么，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奇？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你是否让他酣睡，不再彷徨？变形记，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就是你爸爸。我妈妈买的。就是你的爸爸。其实我以为是我老爸了，不爽。肯定希望他来了。父母没来，长城多少有些失落。他要走了。但最害怕的是，他将告别变形生活中最好的朋友，唯一的兄弟刘凯俊。好了，别哭了，凯俊哥哥他还会回来的。变形最后一天，刘凯俊即将跟父母回家。而郑长城却独自一人留在长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不是在抽烟？那是什么？谁的烟？我的。你们已经严重违反了变形计的规定，郑长城延长十天的变形。老子不管，不演他，老子天天打你。你可以啊，演啊，继续演啊。大家一起照个相吧。大家我们不可以哭，好不好？我们笑一笑，好不好？一、二、三，起。那我们走了。我也会记住你们的。再见，先生。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
见不到你，明天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肯定会有一点点不行。我是你的小伙伴，我们两个性格很像，一下子就打通。挺像的。痛吗？没有。30天的朝夕相处，30天的酸甜苦辣，两位少年在长远村慢慢成为了肝胆相照、无话不说的兄弟，所有的不舍此刻都化作默默的惦念，没有眼泪勇敢道别。我现在又不走，我想把你带走。我们两次兄弟，小时候就没学，现在我忘都忘记了。深圳小学的英语课对于毫无基础的陈炳佑来说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他学不懂英语。班主任李老师发现了异常，赶紧赶了过来。那英语只是一节课啊，你又还要搞说搞砸了。英语听不懂没关系，你能学多少就学多少。今天的陈炳耀比昨天的陈炳耀进步了，那陈炳耀就进步了，学习提高了，好不好？不怕的啊。老师的悉心开导起到缓和作用，但小炳耀该怎样克服心理障碍呢？难过的感觉，就是两个人待在一起，就这样坐一天，我都觉得不这样。
家又无聊，帮那个爷爷那块地翻一下。虽说我不会，但是就是松松土，我应该还是会的嘞。长城，长城。长城，长城。哇，邓一斌，你怎么在这儿？等你等很久了喂。哇，邓斌，你怎么在这儿？说吧。你不是电影结束了吗？来陪你啊。有点不相信的感觉，我在做梦，肯定没睡醒。兄弟嘛，有难同当啊。陪你陪到电影结束，真的？我操，老子要打你了！那师傅停下车了，就想问你们一点事，有关长城的。我想陪他过完这几天。我和长城在变形的时候有违规，所以导致长城延期了。既然是我们两个一起犯的错误，那就应该两个人一起承担。我不想留下遗憾。看着他这次回来，我真的感动了。看见嗨了，我操！妈，你回来了就好了。兄弟，来之不易，两位少年为此已经历太多。我爹，我好想你啊！刘凯俊的归来，也带回了郑长城的欢乐。从此远山不再陌路，两颗少年的心彼此靠近，彼此鼓励。出去找找。英语课的雾霾还未散去，从农村归来的刘爸刘妈决定给陈炳佑一个惊喜，实现他来深圳看父母的心愿。哎呀，嗯，下来了，好了。你家里建房子是不是这样的？嗯。家里建房子是这样子建的，嗯，是吗？嗯。妈，不经意间的重逢，思念瞬间决堤。我想让他们快点回来。第二年回来的时候，我忍住了，没有哭。没有哭，你很坚强，是不是？嗯。
三年前无数次在梦中被唤起的人，如今正拥他在怀。小炳佑能感受到妈妈的温度，不再故作坚强，让泪水冲刷三年来的心酸，连呼吸都透着轻轻的湿润。两年多都没见了，长高那么多了，我给他的爱太少了。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看到了妈妈，不高兴就是看到他在干苦力活。此刻的痛苦是团圆的旋律，是幸福的释放。陈炳佑留下来跟爸妈过周末，但打零工的陈爸陈妈只能把陈炳佑带在身边当做陪伴。今天公司都放假了，我们就是出来挣一点，多少也补贴一下家用啊，反正要好一点点嘛。我来吧。他说叫我一个人扛一样给撒开。啊，我撒太重了啊。没得事。啊。懂事的陈炳佑试图帮着搬砖，但40斤的砖对于体重只有70斤的他来说，实在太重了。不管多辛苦，他也想帮爸妈分担。爸爸，歇哈，歇再搬了。那么地，痛不痛？痛不痛？嗯。你去坐会儿嘛，我去那个没有板凳，坐下去坐一下。快坐一下。再歇一下。父母在外打工的艰辛程度超乎了陈炳佑的想象，面对爸爸的受伤，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我心疼爸爸，看着自己亲人受伤。别哭了，爸爸没事的。别哭啊！啊，回家听爷爷奶奶的话啊！打工很辛苦的，要回去好好念书，考大学哈，听见吗？我们累一点都没关系的。知识改变命运，读书进程，周而复始的骨肉分离。真的是他想要的命运吗？我们相信，在城市历练过的陈炳佑会好好读书，因为坚强的他只求亲情的厮守，与命运无关。满地骑兵。你也没了吧？没了。
我是长城爸爸。哦，叔叔好，叔叔好。你好。太容易，太夸张了。叔叔，我帮你吧。好的，好的，谢谢。这样走啊？啊，也不想走了。那你，那你，我让你那个。啊，你爷爷啊，好了，好了。啊。哈哈哈！谁呀？大哥。哎，我看一下，你这是长胖了。父子间的拥抱，仿佛愈合了所有伤痕，但过往的一切，真的就这么翻篇了吗？好嘞，长城，你我教你怎么干活？没有，哇，我老爸教我怎么干活，你还记得怎么干啊？我像你那个大的时候，我干这活是挺在行的。以后每天早上，你七点钟，对，哇塞，我起得很早的，老爸平时。别，你别跟我说是你平时，我要看到的是现在，哎。不对的哦，我要回去读书的嘞，老爸嘞，哇，开学一个多星期了嘞。你读书，你准备到什么地方读？哦，你帮我安排好学校了是不是？对。哪里啊？厦门。不去厦门。安龙。不去。锦校。去河南。河南。对。少林寺。我都把你规划好了，等一下有时间的话，我慢慢。你帮我规划好了，怎么可以这样？我是你父亲，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嗯，难道我什么事情都得听你的吗？可以，我听你的可以，你来当家，干嘛？哎，你来当家可以吗？哎呦，嗯，还是不来了。没想到爸爸带给自己的唯一礼物，竟然是去少林寺。兄弟，以后你搞些跑得对对了，不行跑不能跑对对了啦，本来他刚哈开赛了，怎么跑对的啊？还有几天？现在时间我也说不准，就我陪着你，你哪天我感觉你差不多了，哪一天才可以走？你去洗澡了。他爸真的是不按常规去玩，自己开车过来。他是个按常规出来的人，我会这样开玩笑？我觉得我现在回去，我跟他的关系会更差。我觉得爸很乖，虽然说和我爸一样事什么都安排好，但是我爸起码还听我说了一两句。怎么可能好？一过来就全部安排好，又不跟你商量。他让我读哪里，你帮我安排好。爸以前是这样的，你一直这样。我觉得该来变形记的是他爸。儿子的抵触让郑爸爸大为恼火，此刻的他看不到长城情绪的变化，继续强行灌输着自己对儿子的完美规划。你会干嘛？我变形完我自己会来。
孩子，你以为你变得懂事了，天乎听话了？这我都跟你说点事情，这个看你一下，你马上一个小时都没有，你就这样，你这样，可以吗？我妈呢？在家。她怎么不来？她身体不好的，怎么了？你这个来了嘛，跟你说点事情啊，或者是陪你啊，或者那个懂不懂这样那个，你要得听呢。我发现你一点都不会变的，你搞过了呢。但郑爸不会因为儿子的态度而妥协，他更不理解儿子为何不能接受自己妥帖的安排。你们去吃吗？我不吃。听话，听话，听话。不听。小伙，你坚持是。吃饭少。你要干啥？你吃饭了。饭少。快点吃饭。不吃。我喊你陪我吃饭嘞。激怒的父子寸步不让，陪吃饭成为郑爸爸给儿子的最后通牒。你要干啥嘞？我看你陪我吃点饭嘛，行吗？你陪我吃点。对呀，你陪我吃饭行不行？陪。你要去哪嘛？我今天怎么没那么叫你嘛嘞？爸爸让我们叫了，没去啊！放、啊、手，我不放。我你陪我吃饭。我为啥陪你吃饭？你为什么不陪我吃饭？我让我爷来，你为什么不陪我吃饭呢？我喊你来的，我跪起求你来的。你没嘛？好说。没你都凭这些，你都凭一般的朋友关系，你陪我吃的饭了。放我吃饭，吃饭，你要干啥嘞？我说我让我爷来，你为什么不陪我吃饭呢？我喊你来的，我跪起求你来的。你没嘛？好说。没你都凭这些，你都凭一般的朋友关系，你要陪我吃点饭了。放我吃饭，吃饭，你要干啥嘞？我听到。我不是，什么都是钱钱钱，对我们也是拿钱敷衍。如果就因为他是我爹，他可以帮我安排一下，我宁愿不要这个爹了。我知道他有钱，他是郑老板，我们去做什么事儿，就你过来，你过来干这件事，我拿几百块、几千块给你，就这样。我为什么我一定要那些钱吗？要那些钱，
我拿来干嘛？所以摆了一天，用不完，用不完，然后就想办法把它用完，就去喝酒、上网、充 Q 币，买烟都吃100块钱一包的。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改变了。我说真的，我以为我在改变的同时，他也在改变。我一直以为他变了。今天早上我还哭了，然后现在我觉得我哭得很不值得。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我要怎么谈？都认为正常成爱钱，都认为钱才是元凶。报了那个鬼子怎么办？究竟是谁用钞票砸出这父子之间的沟壑？又是谁将铜锈一遍又一遍地砌刷在郑长城的心里？夜深人静，被愤怒掏空的郑长城向导演倾诉着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反正从小我的脾气就很暴，因为从小基本上从我懂事以来，在家里看到最多的就是两人吵架打架，因为完全被吓到了，从小就不想。后来我也变得好狠心，很冷血，有时候不想回家，因为怕看见他们吵架打架。然后小时候就比较偏袒妈妈嘛，就抱着妈妈的脑袋叫爸爸别打，我都还打，然后就一直住校，一住校就好怕，恨他们也是因为这个恨。小时候非常小，去住校，在学校生病的时候我不敢打电话，有一次因为我发烧39度，然后打电话给我爸爸，然后我爸爸就骂我。后来我生病什么的，我都不敢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怕他们骂我。他小时候就很怕他们。爷爷死之前还好，他们一吵架我就说我要回老家，我就说我要去找爷爷。后来我爷爷死之前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我爷爷一手拉着我的手，一直拉着我爸爸的手，他叮嘱我老爸，就叫他别和我妈打架，别和我妈吵架，叫我好好读书，不要一天整天去玩，两个都带了。但后来爷爷死了，他都没改，我就觉得救不回来。14岁的少年，期待得到家庭的温暖，却只能等来父亲责打与冰冷的钞票。慢慢的，郑长城习惯了从朋友身上取暖，但这需要花钱，交一个朋友不够，他就交10个、100个，朋友越来越多，钱也花得越来越多，自己却越来越孤独。让少不更事的孩子通过改变自己去弥补父母的过错，绝不是变形计的初衷。如今郑长城与父亲重逢在陌路，他们将何去何从？中山归来后，陈炳又更加刻苦地学习英语。No, no, no, slow. 然后这个是3T。我先拿个点读机来，怎么样 ？Slow, slow.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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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让位，让位，点就行了。我们还学过这个。Fast, fast. 再点。Slow, slow.也许是同学们的热情帮助，让陈炳佑感受到了力量。他第一次在练习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我也就是弱小，强壮是 strong， 去年是last year， last year 还学了什么忘了，这才第一次回家还要念。去年 strong 强壮 weak 虚弱 tis 努力的记忆单词。陈炳又似乎把之前的崩溃和害怕抛在脑后，明天的单词听写测试他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 Please take out your dictation book， 你又在那边写不易的99分，陈炳又终于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而这笑容正是他恢复信心的开始。父子打架风波之后，郑长城独自一人去了学校，而刘凯俊选择留下来跟郑爸爸谈谈。他今天早上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了没有？就是长城觉得你喜欢安排他所有的东西，一点自由都没有。虽然说钱花不完什么的，但是他说在他开刀的时候，叔叔你并没有在他身边。他说他醒来的时候喊一声爸爸，但是你不在旁边。长城他这个人，他外表来看他是觉得看起来很开朗很外向，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很孤独。他其实一直很渴望，就是说得到你们更多的关注吧。那就他刘凯俊直白的信息是郑爸从未听到过的。其实当时说白了，为了1万块钱谁要来啊？我一个月在家用30万，然后他给我1万，我来这里就一个月。如果我真的不想来，你别说1万了，可能你给我3万我都不来的那种。叔叔，我觉得你有必要改变一下。这是一番从未有过的谈话，需要好好消化的郑爸爸再也吃不下任何饭菜了。我做父亲的没细心的观察他，愧疚，只有愧疚。对小孩我来说，他有气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争争的，现在够了以后好多。自己慢慢静下来想吧，他是孩子，孩子还小，我们是大人，我们尽量要用我们的耐心去培养他们，去教他们。哎，老师你好，这是长岩学校吗？我是长城爸爸。哦，对。第二天一早，郑爸爸就来到学校找儿子。长城他好像发烧了。长城他发烧了，叫大爷吧。由于山中湿冷，加之情绪波动，长城病倒了。刚才我最鲜亮的时候是38度，现在可能快到39度了。有30多度，我现在叫医师来吧。好，我安排他们去弄。您照顾好他就好了。单独照顾生病的儿子，郑爸毫无经验。哎，你刚才。长城发高烧啊，有39度啊，这种用么子方法好点啊？以前我陪他的时间少，我不知道孩子发高烧有什么方法。其实是明着他妈妈在不能到。首先，有9个的嘛。
他妈妈叫我拿这个酒给他擦肩，擦这个四大筋骨，擦鼻梁。哎呀，不擦、哦。怎么擦呢？这个你自己怕，你怕不是都是正因为都是要提了就擦，反正快给衣服同帮你擦。主任你好。哇，不是，这个要刮红啊。啊、没，你这个没事。你是拿酒精是吧？也许一夜的思考。让郑爸爸有所感悟，看到儿子生病，他开始第一次学习照顾儿子。是不是得睡？那算了，喝点水吧，喝点看。喝点不用，可以。喝点白开水可以嘞，我晓得嘛。爸的火感不准乱，不能乱洗澡。因为他以前都没有过，以前就算我开刀，他都不会陪在我身边。小礼物，谢谢，陈明耀是我给你买的一套，谢谢。我给你的礼物，陈明耀你们是两位数健康，陈明耀我送给你的，谢谢。家长们也准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陈明耀，我们买了100件儿童雨衣。请你带给你们的同学们，带给老师，谢谢你。带给学生们。我们的王奇韵同学还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陈炳佑，我们一起掌声有请。王奇韵送给陈炳佑的礼物，竟然。是他们当日一起完成的机器人。哇，那机器人可以带回去吗？这个东西有限，然后就不能带回去。能不能把那机器人送给我朋友？拜托拜托，我帮你打扫卫生一个礼拜。哦，然后这样就换去机器人，是不是啊？打动了老师和我们的校方领导，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把这个机器人来送给陈炳佑同学，我们祝愿他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谢谢。城市孩子的友好和善良深深打动了陈炳佑，他想用自己的方式道别。两周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在一起的，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像一天一会儿就过去了。在你们非常的热情的帮助我，我非常感谢你们。莫凯，有时候老师英语老师叫我们两个对讲的时候，我英语成绩很差，每次都拖累你，没有让你得到小红章。对不起，张俊达，你也非常帮助我们做操的时候，
你总是在教我，让我看齐，让我怎样做。谢谢你，王景玉，也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做了这个机器人。你得了这种病，你也要坚持去扫地，我非常的感谢你。谢谢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家长，每一位老师，谢谢。陈炳佑一一细数曾经帮助过他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或是歉意，或是感恩。大山的孩子来到这花花世界，没有沉溺于享乐，也没有陶醉于奢华，他一直在用心感受，感受着这个陌生城市给予自己的关爱与成长。今天两位老师去镇上开会，他们把学校交给郑爸和两位班长管理一天。这两个老师都没在了，这里情况我又不熟，你看你们两个照顾一下这些小同学，跟他们上上课什么的行不行？我就负责算做饭给你们吃，好不好？回去快点，进去进教室，快点回教室，快点进教室。95个学生的齐聚饮食落在了一个爸爸和两个孩子的身上。这个我还没有，因为我以前从没做过菜一个，反正我到街上看了一下买了再说吧，心里没底，我没做过。你这辣椒怎么卖？这包子怎么卖？你要20斤吗？纸箱多少斤呢？这个可以少点吗？够了够了，麻烦你了，放了柜子里面。爷爷说的话也感化了我，他的行动感化我，我自己也反省了一些。以前陪他的时间比较少，以前孩子有不对的地方，我有不对的地方，现在这一次不光是给孩子变形，也给我变形，希望我也能好，孩子也能好啊。累一点没事，为了孩子啊，值吧。开饭啦！拿饭来的来这里排队拿包子。谢谢老师。不用谢。从来没想过有人会喊我老师，当时觉得挺感动，就是觉得他们好需要关爱的那种吧。他做什么？啊，这样吧，好不好？我老爸以前没有做过这些，走山路买菜啊，这些怎么可能？只有这几个了。你拿没有？可能人不够，不，可能包子不够。没有菜吗？没有菜。眼看着自己一上午的辛苦依然无法满足全部孩子，郑爸决定干一件让自己都佩服的事情。应该是我几岁了，我从没骑过这个，因为我们好多应酬什么的都在外边，是这样的。叔叔，你会做菜吗？啊。学吧学吧，现在学啊。好啊好啊，这是我的。让他这个今年的感觉，哇，我爸爸都会做菜呀。10年，整整10年都没吃到他做的饭，我蛮感动的。你们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过来嘛，拿着饭来过来吧。尽管郑爸厨艺连熟练都算不上，
但对于中餐只有白米饭和咸菜的孩子来说，正爸的菜就是美味佳肴。你在干嘛？好了，没菜了，没菜了。哎呀哎呀！死胖子！要把它舔干净吗？争霸的美味被一扫而光，厨师却忘了给自己留菜。谁又没菜啊？你有菜没？你干嘛？我有菜。哪有呢？弄啥玩意儿？啥菜？咸菜跟那豆腐干。我点点肉都飙热了，我不吃豆腐干，我痛风了。对，快啊快！就这点咸菜嘛，我就这点咸菜。对了，我好吃饱了，我好吃饱了。只是一顿简单到无的午餐，却有着世界上最杂陈的五味。儿子送来的咸菜，让他细细品味着其中的滋味。愧疚，只有愧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对吧？以前我就觉得他是孩子，有他妈妈陪就够了。我拼命的去赚钱，赚钱多给家里面点钱就是幸福。但我现在方法不对，错了。百年难遇的暴雨从天而降，长远村小学突发内涝，岌岌可危。妈，你不死了呀？那同学要饿死。学校都快被淹了，就让没来上课的小朋友全部别来了。由于没有排水系统，学校开始积水。妈，你肚子怎么这么大呢？眼睛发明了。由于你堵住了。又堵了？又堵了？来，我来烫，来，给我来烫。还是没烫。哇，好冷。差点把这个学校都淹了，那一下真是。妈，窗外面了，一定要给我扶上。玉泥哥。小白和李茂出来帮忙。雨越下越大，
积水越来越深，节目组当即决定全体工作人员投入抢险，然后手递给手的那种传递的方法，把水给用盆装出去，就说导演组帮忙过来弄水啦什么，完全是人性爆发，就那么高的小孩也在那里想方设法去帮助学校，当时觉得大家在一起很团结。雨势逐渐变小，但危机并未解除。注意点动。你衣服湿了。没有换的吗？没有。你的衣服呢？湿了。然后去那里，礼堂那里点了一堆火，把头发擦干，去那里烤一下火，要不然等一下感冒了。我还没有裤子。你们穿的两件衣服全部给我脱一件，然后赶紧给那个小一点的孩子穿，好不好？好。手都被凉的了。把你的衣服脱了，穿我的那件。穿着，快点穿上。熊熊烈火驱赶着寒气。但细心的郑爸爸依然不放心。烧起火干嘛？好像开始了。现在把浆洗一下，把它抬好。好。反正我老爸很负责，以前有见过。只要是他，不管是什么事，他都做得很认真。赶紧，叫他们过来换水，现在有的。进去。你喝过了吗？我端给我老爸。一碗滚烫的姜汤融化着父子之间的坚冰壁垒，两人糟糕的关系犹如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狂风暴雨之后便是一片洁净与祥和。他会心疼我吧，会心疼我了，这是我很感动的。我就有希望我以前崇拜的那个父亲回来，但是我想他正在回来途中。喜悦迅速感染了整个校园。邀请郑爸爸上去学好不好？好嘞。这也是我内疚的地方，他长到十岁，我从来没跟他这样互动过，从来没有跟他这样过，尽情的欢笑，尽情的唱歌，尽情的跳舞。以后多陪他一起互动，唱歌啦，跳舞啦，旅游啊，什么我都会陪着他，都会跟他在一起。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变成熟。梦一般的遐想。什么都是浅浅浅，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从前的你和我，手一挥就再见，拜拜喽。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你放心，就算我摔倒，你都不会摔倒的。从前的少年，自己愧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满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有希望，我以前崇拜的那个父亲回来，岁月轻狂，他正在回来途中。老师回来了，郑爸爸轻松了许多，他开始有时间认真参观这间学校。这就是陈明佑，陈明佑画的，说我要飞速大声。我看到他名字了。这个画小学画的。他们看见这个车子嘛，他们在那儿招手，车子等一等，我要出去。这是留守儿童，这也是一个留守儿童嘛，就是他说老师我想出去看一下，老师说你去吧，山那边风景很美。我们这里也好，这个出去，这个中年是比年轻人都在家的。对，就是这种。我们的孩子几乎是爷爷奶奶在家。对。稚嫩的画笔勾勒着淳朴的心声，这对于刚刚了解陪伴重要性的郑爸又多了一层领悟。那天看到他们就很感动的，你看他们就是进入了这个，就是我在这里建议所有在外面工作的爸爸妈妈多回家陪陪孩子，陪陪父母，别像我今天这样到现在才明白。因为那时候这个有一部分花名册上有变化吗？有变化吗？郑爸想要花名册，他打算干什么呢？喂，你好，哎，请问一下，你是这个银汉镇长远村镇里的那个涂红祥的爸爸是不是？郑爸正在联系留守儿童的父母，他想做什么？哎，好的，早点忙，好不好？好的，还是挺想念的。好的。四川火锅闻名天下，这里的孩子却鲜有机会吃到。郑爸和两位少年一致决定，火锅班会走起。餐餐吃咸菜和白米饭的孩子，味蕾被丰盛的火锅充分调动，满足的笑容写在所有人脸上。那么今天我们在吃火锅的同时，能够想一想，想一想你自己长大以后有什么样的愿望。是想当一位老总，挣很多很多的钱，把这七村小学修一栋大大的楼房。我是当一位老师，因为我觉得陈老
师和朱老师以后老了教不了学生，我就去教。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有这一份心，老师已经啊知足了。我相信我们长安小学后继有人了。你们两位同学有没有自己的愿望？有。来吧，郑班长来吧，先是班长说吧。郑班长，你呀、啊，郑班长，郑班长，这个郑啊。我的愿望是能回到家里，然后和爸爸妈妈和以前在像以前一样生活，不会吵架。那么长城同学呢？我的愿望就是爸爸能多陪我一会儿。你只有这么小小的一个愿望，希望能够爸爸能够多陪陪他。我的愿望就是能一家人平平安安的生活在一起。昨天的时候，我收到一封来信，是我们来自深圳的孩子给我们一位同学写的，就是郭飞翔同学。能有你这个好兄弟，真是一件好好的事。在想你的爸爸妈妈，我也好想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一直留下来？留守之痛，痛彻心扉。明明有爸妈，却必须像野草一般飘零成长。明明是宝贝，却不被捧在手心，独自坚强。爸爸妈妈，你今年能回来吗？我很想你。久违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此刻不需要再愧疚，不需要再坚强，一个拥抱，留守的婴儿分崩离析，只剩下爱在抽泣，幸福在呼吸。我们今天，这个你们的爸爸妈妈能够回到你们的身边。我孩子能够变到今天，我有很多很多感触的话说不清楚。以前这我也不想象到会是这样。我儿子，怎么说呢？我以前给儿子，我下面的话我是说给你的。以前哈，我在我的心目中，我想的是我出去赚钱，能够赚一点钱，就是为了家。为了给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我以前不对，我的想法错了，儿子，希望你理解，我给你道歉。这位高高在上的爸爸，这位用钱摆平一切的父亲，听话听话听话，说出抱歉二字时，是需要多么痛的领悟。他来得那么迟，又那么及时，像狂风吹开了雾霾，似一道阳光直射心底。
爸爸也想妈走了，对不起，以后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把我的这个时间安排好，你一定抽时间多多陪你。再一个，儿子，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妈妈吵架了。我以后，儿子听话，儿子，爸爸一定在你这里承诺，不管到任何时候，爸爸对你不离不弃，永远永远都会对你好。哎，儿子，理解爸爸，好吗？就是。短暂的变形即将结束，漫长的家庭生活才刚开始。孩子回头，父亲回归，即便没有今天的一幕，父子也将在彼此成长的某个节点陌路重逢。既然如此，又何苦不遗余力的彼此伤害？愿孩子听话，愿爸爸长大，愿青春不再陌路。请紧握亲情的画笔，孩子的青春原本就是亲子共同的杰作。我的愿望就是爸爸能多陪我一会儿，我会看到我最崇拜的，我最喜欢的那个父亲，最疼爱我的那个父亲回来。会员，我觉得我成功了。第一，我多年没做的事情我做了。第二个，我变形，我儿子满意了，我儿子变好了。糖糖，二三，走！我的愿望是能回到家里，然后和爸爸妈妈像以前一样生活。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现在呢？现在我在弄锅。学厨师就参加湖南卫视《变形记》。好香！这次就不止三十天那么简单了。长大了嘛。吃饭啦、很幸福，香，煮个南米。看地锅。好，看地锅去。哈哈，妈妈过过。好啊，妈妈，妈是乖妈。奶奶听到我说“好好读书”四个字，就哭了。这三十天很值得，最大的收获，家。爸爸，吐司什么的？吐司就是
好得很嘛，啥都有，十多号的就能去厕所，知道吗？高血压，有时候还拉肚子啊。我想对爸爸说让他赶快回来，我问他现在还好不好，他说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没人管。来了一天，养了他一辈子。他了，他了。他已经该谈了。我不想让我儿子，不要这个样子，我不想。只要你变好，你要我死，我都愿意。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让这输多少了？对他下跪，求求你，你这个主动。这世界总是有很多不同，我们也有不一样的梦，太过执着让一切变得冷漠，向前走留下的是难过，追一步总会还天空，了解比拒绝更容易沟通，伸出你的手，抛开主观，试着接受，让悲伤在心里永远不停留。如果换一换，试着走别人的路，也许能明白有些事该要满足、哦、经过那些无助我们学会